先跟我们现场所有好朋友们问个好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是的，我们看到我们的这个右手边哦，就是我们好事宣言的得主，是不对？先问一下，在看他们的留言过程当中，是不是里面有一些真的是看了之后就是？这种事情也太有趣的这个小故事吧。当然第一个最让我觉得特别是那个把连庄拉下来，是15连庄，而且真的很夸张哦，能够把15连庄的人拉下来，那种爽的感觉，对啊，当下不来个两手怎么得了，对不对？会起来这样子，对对，太棒了，这也是感觉就是酒令的 style 哦，好。可以跟，尤其是透过音乐，可以跟喜欢边听音乐啊边喝台啤的人一起分享。所以我们在11号跟12号会有，对，在11还有18分别在高雄以及台中，对不对？就要带给大家呢，就是我们一起来狂欢，一起来唱歌，一起来享用我们的金牌台湾啤酒对。那用我们今天这个10位这个好事宣言得主是我们特别选出来的，所以他们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特权哦，哈。对，我们今天是好上加。好够上加够哦，所以呢，我们要邀请我们来，我们10位好事宣言得主来，我们再次往这边请，因为酒令要给你们每人一张哦，纯金打造的后台通行证，哇，太棒！来，我帮你拿一下，好，请工作人员将我们这个后台通行证，纯金打造的后台通行证，要送给我们10位好事宣言得主，来那个五边，谢谢。是纯金打造的哦，也是我们这一次金牌音乐派对的后台通行证。好，除了这个之外呢，我们当然听音乐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去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还要再送大家一张这个 VIP 摇滚区的票哦。来，我们请到票拿到台前，来邀请大家听好音乐跟品尝这个金牌台湾啤酒，都要有开心跟一起同乐的感觉。来，我们靠近一些些哈，我们一起拍个合照哦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们就跟刚刚的位置。就是要这么过瘾的感觉，对不对？那要请酒令跟我们分享一下哦，在这个生活上，比如说要跟好朋友啊，或是跟菜帮的姐妹们，大家在心情不管开心跟不开心的时候，是不是有了金牌台湾啤酒，一切就觉得哇，很畅快的发泄心里面的感觉？对，因为其实聚会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来一点点啤酒，是对。然后因为台啤对我还蛮慷慨的，所以有时候一箱一箱真的还蛮过瘾。对，而且我们一直有在强调一件事哦。因为在生活当中，不是只有重大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才有庆功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就像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好事宣言当中，有一个朋友，比如说他们要给朋友一个小小的惊喜，或者是要分享一些，比如说安慰他失恋的感觉，有了金牌的这个台湾啤酒，也会觉得很过瘾，对吗？对，我们是像比如说前阵子阴雨绵绵是天，然后就突然出太阳，我们就是说在聚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。想要庆祝，就是终于看到太阳。是，就是说，好的，我们今天我们来干一杯，为了什么？只为了已经看到太阳。对。那今天热成这样子，我觉得待会儿大家应该来干一杯吧。你看我们的汗，哦，真的，每个人待会儿，我们记得会结束之后都欢迎大家哈，工作告一段落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来感受一下这个金牌台湾啤酒带给大家畅快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觉得最好快递能够获得你的亲笔签名，你有听到很多这样的回响吧？比较常听到就是，只要是看到我都会讲到刘德华，是，就是刘德华有来吗？是这样吗？对，这是一个很可爱的感觉，也是一个这个我们广告相当成功的地方，因为要带给大家就是有了金牌台湾啤酒之后，生活上有很多有趣的小事情都会被放大，心情就会变得超好，对不 对？所以女生要变漂亮，让自己的心里面的这个情绪能够发泄出来，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那大家都说好，第一支呢看到这个酒令本人签名的快递的广告已经播出之后，大家在期待第二支，对，所以尽量。要请所有的朋友们，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就是我们拍 MV 的场地，对不对？对，是。第二支，我们先请酒令先不要太快透露我们的拍摄花絮，因为我们今天是全台大首播，要邀请所有的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一段餐厅片。台中有这个金牌的音乐派对，对不对？我觉得很逗趣的是哈，在这个广告当中，几件事情要问一下酒令。第一件事是很容易有突然到一个地方之后，然后搞不清楚状况就坐起来开始跟人家吃东西或喝。对，有时候会遇到，比如说那个人的发型或是
背影的感觉很像我的同学，嗯，会有点会有错觉。那天拍摄是真的都还蛮像的，是因为他们都戴着帽子，然后又是一群男生，然后有色系都还蛮像。是，那如果真的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，会就啊，那会怎么样去圆这个场？还是很尴尬，就哎对不起认错了，还是有朋友帮你解围？我觉得应该是我朋友会过来，是会解围，但我可能会。蛮尴尬的笑一下，因为除了是你知道刚刚那个状况，就是认错人有点小尴尬之外，重点是你离开之后，你刚喝了一口的金牌台湾啤酒放在桌上，对，我觉得那些男生看到你的唇印跟你的杯口，其实不是用忍的，是真的觉得导演可以卡了吗？想要感受一下酒力喝过的金牌台湾啤酒是什么样的感觉，那一刻是不是也觉得很逗趣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还蛮，因为他们那几个年轻人还。就是好像也是第一次看到我本人，所以他们在拍的时候有些人还发抖，是真的可爱，就是因为这个广告啊，连续两个都让大家留下很深刻的印象，也要跟所有的朋友们借由广告跟大家分享，真的生活当中啊，有了金牌台湾啤酒之后，能够让大家心情超好，而且随时都带着笑容的感觉，对不对？那也要谢谢酒令，要谢谢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们。我们知道今天真的天气非常热哈，真的，对，真的，我们待会就直接干了，连访跟那个平面媒体访完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来干一杯了啊！好，谢谢酒令。